你下一位。哎，各位老师好，我的名字叫胡博文，然后我是一名编舞师，然后对，谢谢。这个100进49真的比我想象中的残忍太多了，因为现在我站在这里表演我自己作品的机会是昨天我跟这帮队友们拼了命争取来的。3、2、1，恭喜我们的双号组晋级。我们既然得到这个机会，我希望我能用我的作品打动各位导师，因为我真的真的很想再赢一局。是的，加油。我们本身编舞师其实大家都不太会 freestyle battle， 所以这个机会其实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宝贵的。Prepare for launch in 3、2、1。有接触过啊？是啊，几年前的时候在开讲的时候，他上来跟我跳了一段舞蹈，但我觉得他这一次进步了更多了啊。经过了几年时间，我其实有跟他接触过，刚好在 LA， Pasadena World of Dance， World of Dance 那边，然后他刚好在，所以他其实一直很努力的在学，跑到各个地方去练。好，我们还是要评断出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机会进行到下一轮呢？3、2、1。胡博文在早期的合作上面有同台过，他真的进步了很多，但是就是少了一种冲击感。好，请问你要选择的是 quad 还是 battle？ quad quad。编舞师大多数可能选择 quad， 因为我们平时不生活在这个战斗的环境里面，而且我们的音乐都是自己剪过的嘛，就可能相对来说更安全。quad 的作品风险很大，如果你跳的如果不切合这个歌的感觉，你技术再多也没用。好，有没有人不服？Frank， 终于出来了 ，Frank。同一队的，同一队的，也都有些人我选的。Frank。两个 Urban 对杠上，那 Franklin 本身就那么厉害，那么会跳，啊，挑了个最强的，又少了一个对手。这一轮的赛制对要 call out 的人太难了。这支舞是一个人花了很多时间编下来的，你要用一分钟听他们的歌打败他们，对个编舞师来说这是特别难。还是有一点紧张。因为那个音乐很快很快很碎，而且不太属于弗兰肯的风格。Woo-hoo!
编舞师 Louis Miao。 Frank， 你肯定稳了，就是他一开跳我觉得就没什么问题了嘛，一开跳那几下就基本所有人哇我都这个反应。好，都有想法了啊，来来，三二一，他的 isolation 我觉得在场没有一个哪怕是跳 popping 的就没有人能比得过他。很可惜，很难过了，因为胡博文其实如果觉得如果不是 Franklin， 如果是其他的人，他搞不好就会过关。好，有请下一位。耶，我的，隔了这么久的时间，终于轮到我的人了啊！感受一下我的第一位。好，很厉害，这第一位哦，第一位哦。你好，我的名字叫 Sammy， 大家好。你好，马上开始。可以，喜欢。好，直接来，干脆利落。当时我选他的时候的确有些人说啊，为什么选他，我说你们不对，看舞者的作品不是因为有大招才是厉害的，你先看他的基本功以及他表现的是很内敛的东西的作品其实是最难的。每次选的都很特别啊，很厉害啊！你看到他动作非常的流畅，很轻，而且很吃力。他那个动作虽然很流，但是非常吃力啊。我相信其他老师一定就给他通过了，没问题的。好了，到底他有没有机会进行到下一轮了？三、二、一，哦！惊喜，因为。上一次 hip hop crew battle 的时候，我特别明显能看到他啊，因为他律动做得特别漂亮。对，我就特别想看他 battle 一下，只是想看是吗？特别想看他 battle 一下，只是想看是吗？没有，我觉得不是，我告诉你。倩倩给你学坏了，你知道吗？是吗？全部都是跟你学。三二一 ，It's time to battle。他就是想看，没有想看，想看没关系，想看没关系。没有，我觉得一位舞者啊，他如果能力真的很强，他完全不用去 care 担心，他绝对不会怕，那就可以了。来啊，是吧？可以，你要选择挑战者来 call out 还是跟你 battle？call out 来，有没有人不服？没人敢站起来。他其实作品不好跳。call out 他其实赢的几率真的很小，因为他那个歌太难卡。因为靠作品，他看的不是你的 freestyle 跟音乐，
他看的是你是不是把他也编成。